是没有提款机啊。后面很多复制人。你会不会走？喂。不会。欸。嗯。哦，你还有钱哦。没有。嗯。猜我会剪出来吗？看比赛成绩，如果比得好的话就会剪出来，比得不好就不会剪。我现在那么肤浅的人吗？没有。今天是10月15，我们先下来台南，然后先来骑看看那个越野的路线。哎，全部都是石头路哎。这是我第一次跟小何来看这种场地的越野赛，因为之前去看是那个登山车国选，然后它是土，但这个是石头。这完全就是骑在石头上面，超酷的，它这边会飞起来。踩着踩着，好。对，就这样，好，去了，赶快。你来了。路线旁边竟然是芭乐哎，还有木瓜，他们会从这里然后这样下来，然后往右转，左转。还在聊天。怎样？没气了？啊？对。谁？我。为什么？就是插到，然后就断了。那你赶快骑那个谁，你先回去啊！你走错线了。它折到，它折到轮子。哦，它里面左转，那你先先回去吧。老板，等一下你这边等老板下来，等老板车见。哎，对了，老板快来了。它就是从这边这样上来，然后呢转弯，再继续往这边骑。这边的地板就是土了，但是刚才那里真的超陡哎，我刚刚走上来，感觉差点都快要跌下去了，不知道到底要怎么骑。如果我骑的话，可能就是会一直在地上滚吧。是一个超陡的坡，超斜的，大概是这样。这边真的超多蚊子的。你看它这边是一个坡，然后这样下来，然后坡底下都是这个。可是我猜他们应该不会骑这个东西，他们应该是骑旁边这个，因为你看它这边都有一些痕迹，超多蚊子，我的手已经被叮了。看它的声音超大声的，边骑车边聊天，还大家就会经过，它一定会被我吓到。
我要。下雨了啦，怎么办？没关系。我要闪开吗？还是我要接？你备车。为什么你越野跟公路不能用同一个？什么意思？你说安全帽？对啊。没有，我想要戴两顶。哦。这样。你的可以是这样。哦，可以啊。何燕莹，他可怜了。嗯。昨天你那个林品威已经去吃欧阳鸡了。煎面包有换口味，感觉还不赖吧？你有在虐待你？吐啊！没有在吃面包。你吐啊！我明天早餐要吃牛排。我就不信你咽得下去。啊？明天早上要吃卡拉鸡腿堡，可以打冰。不用啊，你我等一下就去买。大冰面。我等一下就去买针，然后你比完赛就可以吃。我不要。我不要。吃不下。我晚上要吃火锅烧烤。小狗狗。早上不在做。胖子。哪来的胖子？我不要吃。超烦的，超烦。这都是今天的溃答了。玻璃大逼。哦，耳机。可靠的人士说，一天可差不多12分钟到15分钟。他说可靠人士讲的，那就是最快的。这个技术技巧很重要哈，尤其是要过障碍啊，有些有啊那个就是有落差的啊，落差甚至以用灰叶的方式才可以过去。你说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前50公里特亏啊？没有啊，前后都一样，前后要控制速度啊，然后追尽量追到啊，因为要看是前面丢，然后怎么整理？没有没有，应该会掉。还一个怎么不见了？第一层。何燕仪来自宜兰县，请掌声鼓励。我现在要走去一个弯看小河比赛，因为那个弯就是比较陡比较急，然后我现在走在这个完全没有阴影的地方，我就快热昏了，因为是女生先比然后再来换男生，所以男生开赛是10:50，要骑7圈，一圈好像4.2还4.3公里，好热，感觉骑完就已经12点了，看太阳超大，然后我今天穿超多，因为我以为台南会很冷，前几天其实蛮冷的，我穿毛衣，太扯了，现在大概有30度。我连上来都超假拉的，好累哦。它其实蛮多都是有树荫，但还是有一些下坡或是平路的地方是有照到太阳的。好嘞，这边超危险，就是它会从几个木头下去，然后才会到
这一边降起。第二圈是第四名，然后后来第二圈拉链变第六，然后第六就维持了第三圈，然后第四圈变第五名，但是第五名的时候跟第四名差很远。我刚才经过是第五圈，第五圈的时候变成第三名，跟前面差大概五秒，但是我觉得他下坡下蛮慢的，下坡是他跟人家拉开距离的时候。淘汰192号，何燕加油，小心小心，好棒好棒。你要赶快，你要这样开赛道啊！哎，弄几号？188。好，要我扶你吗？不骑啊，不骑啊！小心哦！哎哎哎！干，脚踏超紧。好好，你先到旁边这里休息。你坐了这边，坐这个点休息。加油加油！对对对，大概跟第二名差一分钟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慢慢走回去终点，去等小河。耶、yeah! ，超热的，就算我躲在树荫里面，当然是很热。小河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现在我将抵达终点。208号何燕仪，给他掌声鼓励。何燕仪，好帅哦！辛苦了。你有跌倒吗？啊，没有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40岁还可以坚持到现在，就是都靠这一。选手、教练，还有我们的指，太帅了吧！好，荣获第三名是高雄市董玉哲，成绩1小时35分44秒。第二名新竹县张佑伦，成绩1小时33分48秒。第一名宜兰县何燕仪成绩1小时31分43秒。好，再讲一下我们蹲请自由车男子单三，我们的理事长潘莫明姐理事长为担任大会颁奖嘉宾。请莫名
莫名姐裁判长为选手们颁发大会吉祥物。召唤我的猴子，快快快！开始耍猴戏了。睡哦。嗯，老师要是就点两组。你刚刚停车不在第二组吗？那是老师在我后面吗？黑色模式是干嘛？那次就是去住他家。不要碰你！冠军的油油脸。我走了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你是那个？我是。你是那个208号的何彦莹先生吗？我是。八三。收场不长，一下就结束。好，快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赶快回家睡觉哦。拜拜，你也是。任务成功，回台北。嗯。哦，今天我骑三艘，有点骑的，而且我练习也不够，是不是太累了？累的，第二集只需要第二个，所以印象那个没有时间来练，所以我第一圈前面两圈都在抓，然后。第二圈的时候，他下来用钱了，发生一些事情，真的没有钱了，又没有钱，然后前面有两条掉链，我两天我两天老婆我都欠了架，然后我那个他用上去，然后我也开工，他只有那两个，我先追到第五，然后再追到第四，他中间一到四圈就状况不好，其实我状况很不好，我觉得我，那张可乐可以放我身上，然后。我的腰是这样，从第一圈中段开始，安全中段开始，第一圈的最后，就原本踩得走，后来我就踩不走了，我腰受不了，之前踩到我的腰，然后改变了方向，然后节奏感，有时间分量，下边就去，然后我知道他们三个比肩比赛，到我第一个最懂的跑步。我在那边，在那边的体育之前，我先考虑这一组，我先做好调理，然后我那波加完之后，我发现后面有一段落差，然后我就一路，就是我也没有说全力还是怎样，反正我就顺上，不摔车，就在我能力范围内的事情，然后发挥了我自己的就是优点，我留点力气，我在我优势上发挥，在我身上那没错。发挥我的强项，然后就慢慢的就拉开了。然后我最后两圈就是一路保持节奏，也没有想太多，就一路保持。前面完全不知道。我原本第一天的计时是。我工作比较简单，像我最后第五，但是我第五名被拔掉，因为我没有绕过那个，就反正中间有点小小错，对，反正我有点，反正我那个人就有点掉了，我那个第五名被拔掉，然后对，这样子就不要太在意，昨天就是工作目标也是简单，那我达到了。但很可惜就是那边五百强，然后就其实蛮有机会拿的，就比较幸运，就想说明天还有一天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我没有想太多，就其实我昨天睡得蛮差的，大概只睡1小时，然后就心很紧张，因为我压力就很大，然后所以我最后就后来放回我该做的都做了，这一次准备真的还好，没事，这样。